我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关于花生羹汤呢？就是小时候来自我婆婆，因为小时候个子长得不高，然后婆婆就很勤力地煲花生羹给我们喝。到了后来，自己做了妈妈，就想到跟其他妈妈一样咯，想让孩子长得更高，就开始煲花生羹汤给他喝，才知道原来要准备传统的花生羹汤原来这么麻烦的。因为要找到适合的花生羹已经不容易，要洗得很干净，又要准备其他的材料一起煮，一开始还算很勤力的，可是后来就有一点点懒惰了。所以食之意的免煮花生羹汤其实真的很方便，除了材料天然，味道香甜，最重要的还是很适合我们这些忙碌的妈妈。虽然我知道长高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，比如不迟睡啦，要多做运动等等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我只想到说不要错过任何可以帮助我孩子长高的机会。反正这个配方本身又很有营养，最重要的还是我那很嘴刁的儿子他喜欢喝。